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写畅销书的第零课啊。那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到，常常有人在讲哦，你在看很多杂志、漫画，尤其是少年漫画。那各位常常想看这些少年漫画，为什么每一个章篇呢，它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吸引人啊？那难道是编辑特别有力量吗？其实不是哦，它其实就应用了就是所谓的跑马圈地的概念。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我不管说谁是千里马啊，谁是伯乐，我们这种不用管，就实际的我们就办一个马场，大家来跑一次，那跑得最快就胜出，跑得最快的前五名就胜出啊。那当然基本上的时候，他在每一个专栏的时候，基本上可能就有五个专栏，对不对？那每一季啊替换两个啊，那也就是从这一些冠军当中去产生。那当然也有可能啊，这一场赛马的过程当中，也许张三刚好不小心跌倒了，他第二场也可以再来。那重点是说，他是每一季一场或每个月一场，然后他们只录用所谓的跑最前面的人。那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培养可言啊，也没什么伯乐千里马可言，反正就很简单，就是只要有个马表，然后准备一个赛场，准备一个赛事，准备一个历年啊，每一年都会举办的东西，你就自然会有优胜队伍胜出，就是这个概念。那这个概念其实跟写作是一样的啊。那只不过说，我们今天换一种想法来想，怎么样说换一个想法来讲呢？有没有可能自己跟自己跑？自己跟自己跑就是这样的概念哦。各位看这个，我们今天 YouTube 这个荧幕上啊，我这个文章早期的名称是叫做畅销书的潜规则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从多个角度去讲说，诶，可能你今天你要去写一本书，可能是你发现矛盾的地方啊，你或者你要去写一本书，你可能发现这是一种角色变换的结果。甚至于说，我们今天来讲啊，如果说我们自己的故事不够多，有没有可能我去多访问几个作者，多收集几个案例啊？又或者说我试着把一个案例把它小说化啊？那这东西其实讲解的都是一本如何写一本书啊。那我的做法还是很简单，自己跟自己跑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因为每一个人啊，在写作过程当中，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成长，都会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视角。如果说我今天啊，假设我们今天讲一本书的话，如果像100篇文章才可以成就一本书的话，那有没有可能我写个1000篇啊，让你抽100篇啊，那胜率是不是大一点？或者我写500篇，或写5000篇让你抽100篇啊，那这样的过程就有点类似跑马圈地的概念一样。反正呢，重点就是身为一个作者，你觉得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触痛你的痛点，会让你感觉很兴奋，越写越开心，你就这样一直写啊。那到最后出版的事情，然后就交给编辑，由他们去决定哈、啊、怎么去组织哈、啊，或者由他们去决定说到底哪一些要去删除。其实他的做法就跟跑马圈地一样，只要哪一篇文章他们看了觉得很感动，而且基本上哪一类型的文章他们有那种聚焦的感觉。因为这些文章都同属一个作者啊，基本上的话它的一致性会是很高的。我所谓的一致性讲的是统一观点的，不是，当然如果是很多个人，他当然之间就会有所谓的相对矛盾存在。再来的话，在深度上的话也会表现深浅不一的状态，甚至有可能有变换焦距的可能。可能这一个人他在讲的时候，他是把个人啊，我们单纯如果说我们以英语学习经验来讲，这作者可能在讲那个一瞬间，就是说他把英语学好的一瞬间，另外一个作者可能讲的是英语学习的长期努力，甚至另外一个作者可能是讲说一种他领会到的一些观点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多重焦点的问题。但是如果都这些文章都是同一个作家在写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会很少，因为他一定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这个视角或者这个观念哈，可以让人家得到很大的收获，他才会把它写成文章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对编辑来讲，今天他如果是从100篇文章去选出100篇，那当然这就比较难了。如果他可以从1000篇去选出100篇，甚至于1万篇去选出100篇啊，那这样的概念就有点类似
跑马圈地的想法，这也算是一种书籍创作的另类方式。那也就是说，今天把这角色切割好，作者他就专心写，编辑就专心编，行销的人就专心行销。可是现在很多在写这种如何撰写一本畅销书的时候，都硬着逼着作者去做什么？去做 sales， 去做行销 marketing 的人员，甚至于去做那个把关哈，可能是做总编辑啊，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去做文字编辑者的工作，甚至于去要求他去做美工图形的这方面的发想。我个人觉得这都是太沉重的负担，所以啊，其实写一本书是真的是需要经年累月啊，而且是一种不断的努力，那你才会越写越好，而且会越写越开心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更多有趣的经验，请各位参考《自在法派》这本书，谢谢。